嗨，斯瓦迪卡图塔纳卡。哎，今天玩乐主播呢来到了这个Major 购物中心 ，Major 拉车游艇对面的一间叫 Meeting Point 的地方。那这边呢在二楼，那么有一个咖啡呢叫做 10:30 Cafe， 听说现在是非常的火。为什么？为什么 10:30 Cafe 很火呢？因为听说里面的服务生个个都有来头。来看一下 10:30 Cafe， 现在就带大家进去瞧一瞧，到底里面长得什么样子。对了，哇，有没有看到店里面清一色都是女生？这些女生是为了什么来的 ？Hello， Carl。Hello。What's your name, sir？My name's Tony. Tony? Yeah. Tony, and you? My name is Mick. Mick? Marion. Marion, yeah. So who is the boss? Who is the boss? All. So all you invest here, right? Yeah. Oh, 米同队。哇、wow, ，所以这边呢，就是为什么说这边很受女孩子的欢迎？因为啊，这些老板呢，他们都是在地地的 model。My bad, an internet or commercial or commercial、yeah. on TV? Yeah, on TV. All of it. All of it. Yes. 他们呢，其实就是拍电视广告的男模。What's the concept? What's the concept you made a coffee shop? Coffee shop is the concept is love coffee. Oh. Yeah, and the main concept is about the model. Oh.So many 欢迎马友，下面看，这家欢迎哦。啊，那边哪一边待完了？我说我们这里也是台湾的女模嘛，对不对？哦、oh, ，水梅，水梅怕啥待完？怕啥待完？睡啦，睡啦。OK， one two three， 睡啦。他说你们大家都很睡啦哦。多谢多谢，谢谢你们。哇，真的好腼腆哦！然后来看一下这里的食物，来，他们这里最出名的蛋糕叫做彩虹蛋糕，一定要吃，因为它像彩虹一样 ，rainbow cake。然后呢，这里呢是他这里最出名的柠檬茶，耶、yeah, ，就来喝一口，好喝。我觉得啦，柠檬茶好喝，对不对？但是要男模喂你喝，是不是更好喝？来来来，谁要男模喂的，来示范一下，来，昆马里安。来，你的饮料嘞？等一下，妈，可以借一下吗，爸爸妈？等我一下，我妈妈。Hi, Luca Kim。来喂他，来 ，Peter。让我喊吗？怎么样 ？Sweet 吗 ？Sweet 吗 ？So sweet。还啊，来，卡普，谢谢。Are you Thai cup？ 卡普 ，Are you Thai cup？ 对不对，拜。25岁就当老板了 ，very good， 谢谢，很爽哈、哦。对啊，哎，所以你还马上，你马上就 say 不是，整餐人只有你一个人，真的好吗？幸福啊！啊，幸福幸福。叫他也喂你。好了，那下次我们来一个美女咖啡厅，好不好？好，没问题。好，谢谢。